我在看电视或者书籍有提到病况时，内在身体马上会不舒服，不管他提到的是什么病，都会跟着那种病的不舒服。看恐怖片、灾难片，看到车祸都会直接入心，很不舒服。这个问题很久很久了，所以内心常常莫名恐慌。请问这是意识过强、错误吸收，还是什么原因？该如何修炼或如何调整啊？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同体大悲啊。我们人体实际上是一个开放体，它和整个的虚空是同一个体。那么要修成网脉，在身体表层像蜘蛛网一样，有一个网罩住你，透明的网罩住你。这个网脉修成的人，外面的东西就你就形成金刚网，形成这个金刚不坏身，外面就不能够这个影响你了啊。否则修炼人随着自己修炼，身心场性的开启，这个是必然的一个过程。那就注意择善固执，不要看这些不好的书，不要听不好的新闻，不要接触不好的人啊。所以是这个就是什么，独善其身，审独啊，审独。所以是这些功夫都要下啊，不要说假慈悲啊，自己没有能力去帮助人家化解，还把这些东西招到自身来。在藏传佛密中有一部殊胜的方法，叫这个把自己和病人进行自他置换法，就是说病人有病，我关着我就是病人，病人的病跑到我身上来。很多师父都是因为这个死掉的，因为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丧命的，因为这个生病的，然后浪费时间不能精进。这是因为什么原因？因为你不是那个金刚钻，你不要揽那个瓷器活。古代确实有这种自他修炼法，不是你现在修的。是什么人可以修自他置换法呢？是在你的身空和心空两空亡的状态下，你中央的那个黄庭里的那个不动的明点变成接近于这个不动佛，接近于这个报身成就的时期，能够化动因果业力的时候才修的。也就是所有的东西上了你身之后，通过你中央的那个明点的空点儿，可以化到尽虚空变法界中，而化成无量光。这个不单你帮了这个受难的众生，同时你就累存了大量的功德，同时又把那些使众生生病的冤家超度到无量光海的净土世界里去了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藏传佛法是有次第的，不要上去就修自他置换法，你自己还不是那个坚固不坏的金刚身，会把自己给这一生给毁掉的。所以说我们今天看，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藏传佛教体系出现了问题，流浪海外的藏传佛教体系的根也受到了伤损，说是很多的法的次第安立到都出了问题。这个大家乱传法，得到一部法就随便的乱教人，不知道是应该在这个人什么次第上应该修这个法，结果是乱七八糟。说是寻找一个有道名师，医治一个有道名师，次第修炼多么重要，不要随便的。因为现在网络世界，随便的什么法在网上都可以当罗，都可以去修学，结果导致着自己行坏、行身毁坏，业力，自己的业力都还没有清净，又背上了众多众生的业力，使此生沉沦而没有机会成佛，这个是十分可惜的啊。那么系统的修炼一定要通过八脉道的修炼，八脉道其中有一个网脉的成就，
啊，这个都有系统技术的方法的修炼啊，大家要修炼了之后再来练这个自他置换法，至少它对你不染。另外呢，就是修空性、深空、心空，使这个黄龟与虚空藏化成无量光啊，这样才可以修啊。另一个学员问我，靠近某些人头会很疼，该如何避免？刚才说了，尽量避免远一点嘛。为什么老靠近他？那他身上有邪灵，你又不懂得这个功夫，你又不能够把他给清除啊，那你干嘛老是靠近他啊？这是你自己有了一定修炼基础以后，自己有这个觉察力的啊，但是你还没达到妙观察智，你不知道他身体里面附着个什么，或者是他外面有个什么在遥控他啊，那么你接近他，你会受到他的邪性场性的影响，所以这样还是远避的比较好啊。